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澎湃，然后很多和弦是一次就是高低整个这样一起弹下去，然后它的声音触键上也是比较重的，然后当加上共振器之后呢，那个声音呢是你好像真的会感受到钢琴真的是就算在这么小空间里面，可是听到堂真的是管弦乐团那种就是好几百人一起演奏下去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所以当我一开始在弹前奏的时候，其实那个声音呢是很厚重，然后但又不会觉得说是一个很直接很粗糙的声音，它是厚重之外呢，但它是一个扎实然后是一个厚实的声音的感觉，就好像铜管啊，然后弦乐啊，大提琴啊，那种是上下都有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原本可能大家这台琴可以做到10，但加上共振器之后呢，它的里面的中间的那些插尾或者是它的层次呢，可以提高到更多，你可以做到20、30、40。对，我觉得这是非常神奇，然后也让我觉得呢，琴竟然就这样变3颗这个东西，然后就可以让你感觉到好像又是换一台琴在弹奏感觉。